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地藏经》科注轮观第十面，轮观的第十面。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来继续学习不思议的信实为本经之体，也就是说佛说经的理论依据。前面说了不少，可是意思还没有尽啊。我们读了前面这些文字，对发现法相多少啊会有一点概念，法性跟法相确确实实是虚空法界万事万法的根源。幕后这一段讲到地藏菩萨的本事，说地藏菩萨又何尝不是说我们自己呢？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天台大师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三千不念一念发心，三千不出一念无明，这两句话在这一面的第五行。所谓三千不出一念法性，三千不出一念无明。什么是三千？虚空法界，万事万物，称之为三千。为什么称之为三千？天台大师讲《法华经》，讲色如是分配在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呢都有色如是，而每一个法界又居住十法界。那么这个就变成一百个法界了，每一个法界摄如是就变成一千如是了，所以叫百界千如。过去一千，现在一千，未来三千，这个叫三千。所以天台家讲这个三千呢，就是宇宙万有。事出世间一切法了都包括在其中的，不出一念法性。一念法性是什么呢？华严经上所讲的唯心所性就是一念法性。又说三千不出一念无明，这无明是什么呢？华严上讲的为时所变。你把这个后期看这个意思你就不难体会了。华严讲这个唯心所现，为时所变。无名是时，是
世心的根源啊。那么底下他说啊，金家设华严，心造智慧。这个金家就是指的智者大师啊，天台宗的子孙呢，称这个尊称智者大师啊为金家。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华严。他说了两个意思，说越理造即是句，这个句是信句。二者呢，越似就是三世变造的。换一句话说了，我们简单讲，总不外乎理句跟似造。理就是自信，具是具足本有，自信里面虽然本有，如果没有四照啊，它不能现前。所以一定要晓得，理离不开四，四离不开理，理四是一体的两面。一切诸法没有例外的，法师以此信实为体，根性力的人一听呢，他就觉悟了，他就明白了。古德常讲，全思是理啊，全理是思啊，全相即真，相是指现象，真是讲真心，所以说性相不二，理事也如，这是境界。我们凡夫很难懂，是诸佛菩萨的境界。所以世尊教导初学，往往多用比喻来说。希望从比喻当中啊，你能够有一个概念。而比喻当中呢，是以梦幻泡影呢说的最多。几乎一切大乘经上呢，佛都有这些比喻。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的经验。我们都曾经做过梦，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有相，相从哪里来的？绝对不是说无中生有啊，没这个道理啊。相从哪里来的？相是自心变现出来的。你的心是什么样子？心在哪里？不知道啊，找不到啊。心没有相啊。世尊问阿难尊者：“心在哪里？”阿难说了七个地方，世尊都把他否认掉了。那么由此可知，心在不起作用、不现象的时候。找不到他有没有呢？有，真有。
而且从来都没有失掉过。它是宇宙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万法是从它生的，就好像我们梦境一样，梦中的境界就好比是宇宙一切万法，是从你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变现出这个相分呢，如果你要问心在哪里，可以说呢，整个梦中的境界相就是的嘛。世尊问阿难尊者心在哪里，阿难尊者如果聪明，说尽虚空变法界，一切皆是，那释迦牟尼佛没话说了，这说对了，说在一处啊就错了，一处不能涵盖全体啊，这是说他这个无论说哪一处都是证明我们没有误入啊，根本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无论是事实理他都迷惑，都没搞清楚啊，既然先变成梦境了，梦境是假的，梦境是心性的相分啊，相分是妄，全妄即真啊，全真即妄啊，现在心已经变成相了啊，我们从梦境这个比喻就能够联想到现在尽虚空变法界，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相分，唯心所现，这个心是心性所现的相分。设法界一真庄严，净土秽土一切众生虚空法界都是自信变现出来。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一样不是自己呀、啊。这个是菩萨的心啊，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有啊，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叫凡夫心，不叫菩萨心？我们迷了，不了解虚空法界是自己啊，迷了叫凡夫啊，觉悟了叫佛菩萨了啊，觉悟什么？尽虚空变法界是我自己，这个觉悟。禅宗过去所讲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觉悟的是什么？觉悟这桩事情啊，什么叫见性？见到一切法相就是自性啊，在一切有情众生，有情众生的自性，楞严经佛说的比较浅显，我们大家都能够觉察得到的六根的根性，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意叫知性，六根的根性呢是我们的真心呢，这个东西是能现的自性，上带上一分无明，那就变成实了
实能把自性所变的现象啊，所现的这个现象啊，转变。如果不有转变，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啊，因为它有实的作用呢，把一真法界就转变成实法界。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一切法是讲实法界，实法界是从心想生，实变的。像心跟实是一桩事情。心是体，实是作用，有体有用，它才现种种相啊。诸佛菩萨如是，一切众生无疑不如是，这当中的差别就在迷悟。迷了，受无尽的苦恼，造无量罪业，要受无量的苦报。觉了的时候得大自在啊！华严经上讲到的无障碍的法界，你看幕后普贤行愿品的品题。四摄华严翻译的句子，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说这个多自在，清凉给我们说四种无碍，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四四无碍，觉悟的人啊，迷的人啊，是样样都有障碍啊，理有障碍，事有障碍，理事障碍，事事障碍就更大了迷悟啊，两个境界不一样啊，两种受用啊，这叫享受啊，真是天壤之别啊！所以佛标明教学的宗旨啊，佛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个两句话我们大家都熟知啊，可是这两句话的意义，能够体会的人不多。为什么你体会不到呢？你没入这个境界，其入这个境界才懂得这两句话的意思啊，才明了佛法教学的宗旨啊，教学的意趣啊。所以清莲大师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个结论，无论是讲摄性或者是讲性识，都可以做经体啊，都可以做教体，也就是说经教理论的依据啊。性识也好，摄性也好，必须要知道这个心就是法心，法心现在被无明覆盖了，所以全体属妄啊，
青莲法师叫他做信实，信变成了实了。我们今天实做主，信不做主了。实做主就是八十兴亡当家了。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心，不是用真心的。佛在《大乘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真心立念，那个念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真心里头没有，我们还带着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用的是妄想。也就是我们用的是实心，这个地方讲的现实，现实也就是佛法当中常讲的真如随缘。真如是心，随缘是实，虽然随缘，诸位要晓得它绝不会改变，所以它是真的。如果随缘随着变呢，那就不是真的了。所以佛法当中啊，常说了两句话，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又加了两句，加这个两句是说明四种不同的境界。不变随缘是佛境界，真如随缘菩萨心的这个菩萨不是别的菩萨，是道家慈航的菩萨也就是他早就成了佛了，现在以菩萨身份出现在世间他是不变随缘第二种呢是随缘不变那这个是真的是菩萨，不是道家慈航。菩萨在学佛了，在随缘当中学不变了，我们今天要在这上努力随缘当中去学不变。怎么个学法呢？昨天跟诸位说了，你见你要会见我们说白一点，你看东西你要会看你听你要会听会看会听的人怎么样呢？他看到不变，在变化里头看到不变，听呢在变化的音声里面听到不变了，你叫真的在学佛。你就会看会听了。这是菩萨。第三种呢，不变而也不随缘。那是什么人呢？阿罗汉啊，堕偏真涅槃。他不变了，他不随缘，他也不度化众生，灰身灭智，这是第三种。佛不赞成，佛常常呵斥他们。第四种啊，随缘随着变，那是我们凡夫啊，
就是你也不会看的，你也不会听的。啊，你这个六根呢，在六尘境界里全用错了。菩萨是会看会听。六根用得很恰当。啊，他在尘缘当中见性。啊，尘缘是缘，随缘见性啊。这是真本事。啊，所以他开智慧。我们是随缘随着变的，是心被外头境界转。随缘随变的心啊，就生烦恼啊。随缘不变呢，生智慧呀。你看禅宗六祖慧能，啊，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我们如果要见到五祖的话，一定是弟子心中常生烦恼。为什么常生烦恼呢？随缘随变。为什么不生烦恼而生智慧呢？随缘不变。啊，看到境界里头不变，啊，变中有不变，自己也不变，啊，自己的根身在变呢，刹那刹那在变呢，根中之性不变，啊，这是我们讲到真如随缘，啊，给诸位说出这点意思。啊，我们呢应当遵守什么样的原则来学习？经上啊，也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无明体相，本自不有。妄想因缘。”和和而有，不善思维，心心所造。他这个不善思维，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不会看，你不会听，所以才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啊。六道轮回，无着卧室，怎么来的？就是这些众生不善思维，心心所造的。妄本来没有的，妄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觉。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明白的指示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啊，本觉是什么呢？是自信，自信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本有的啊。前面跟大家讲理趣，理就是讲的自信啊，具是本来具足。妄啊，
这是讲的无明，不觉本来没有。这两句话给我们修学的人建立了很大的信心，本有的决定可以证得，本来没有的一定可以断掉。对于我们断妄证真呢，建立了信心。可是这个不觉啊，本无的不觉从哪来的？什么原因来的？几时产生的？这些问题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问过。佛经上有没有答案？有。这些问题在楞严会上富诺那尊者就曾经问过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的第四卷世尊告诉富诺那尊者，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的？世尊只说了八个字，知见立知是无明本。这两句话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懂不懂？你如果要是真懂了，你的无明就破了，你就明心见性，一句话就把你点醒了。可是这一句话我们念上一千遍，念上一万遍还不懂。为什么不懂呢？你不善思维呀，你错用了心呐。什么叫知见？什么叫立知？我们睁开眼睛，外面境界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知见。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明明白白，这个时候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不是说我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不知道啊！你睁开眼睛，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什么叫立志呢？稍稍一起念，一动心，就叫立志。世尊说，那就是无明啊。所以才告诉你，无明无实啊。你问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无明无实，没有开始。如果要有始有终，那就真的变成事实了。没有开始，这就是假的妄想嘛。你要说无明几时起来的，佛跟你讲无始无明，没有开始，就在现前这一念。你一念以为我看见了，你就说这就是无明，我知道了，这就是无明。
你就被无明烦恼覆盖住了。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也说我见到了，我听到了，这个话是随顺众生说的。所以佛说法了，是以二谛而说，随顺众生的知见。你们说这个身体是我，好，我也说是我。随顺你们说的，你们执着这个身是我，佛绝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佛是以什么为我呢？尽虚空遍法界是我。所以说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才能跟众生交流。这是假话了，不是说真话了。我讲经的时候曾经跟诸位说过，世尊以二谛说法了，就是半骗半真呐。用这种方式啊，引导你从虚妄见到真实，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如果是真的，完全用纯真，不用一点虚妄的这个方法，不用俗谛，完全用真谛的，没有话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是真的。不但一句话没有，一个念头都没有，这是纯真。佛是啊，恒住真实啊。不但是究竟圆满的佛，恒常住在一真里面，一真就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佛跟佛见面，一句话没得说的。那是真的。无量智慧，无量功德，圆满具足，圆满显现，谁懂呢？所以佛一定要随顺众生，以世俗的与真谛相继合相融化了，用这种方法了，来帮助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悟如诸法实相。这个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的。我们看《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看《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看到这些诸佛菩萨，他们生活多才多姿啊！多才多姿从哪里现实现出来的呢？在虚空法界，为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叫十法界里面的众生，现无边身说无尽法了，多才多姿啊！多才多姿是从他对十法界活动里面看到的。
虽然活动从来没有止息过，他那个心呢，永远安住在一真之中。种种活动啊，随缘而已啊，他是不变随缘的，从来没有动过念头。啊，真的与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这是诸佛菩萨经上讲的叫游戏神通啊，这个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晓得菩萨是用什么心，我们今天用的心跟他恰恰相反，就是我们不善用心，不知道事实真相，妄想因缘，妄想因缘就是说的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妄想因缘，我们今天呢是只知道这个妄想因缘，以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真心，而把真心忘得干干净净，完全不能体会，完全不能觉察，不知道妄依真起，你没有那个真心，没有自信，你的分别从哪来的？你的执着从哪来的？我们讲分别执着这个意念，这个意念从哪来的？依据什么而起来的？能够有这个想法，就叫回光返照。佛家讲回头是岸的，这一回头照，哎，我现在分别，我执着，我的分别从哪来的？我执着从哪里来的？你就找这个，这叫回光返照啊！这一找呢，找不到了，这不就是慧可跟大魔祖师一样？慧可心不安呢，现在心不安的人太多了。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呢，你看大魔现在造像，那个像的是有点手撑的，那是什么？那就是对慧可的，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干。慧可从这一句话里头就回光返照，哎，我这个心不安，心在哪里？为什么不安？你找。找到最后找不到，这是密心了不可得，你叫我就找心，我找不到。他比阿难高明，阿难说还在内在外乱七八糟的找着，胡思乱想，所以慧可比他高明。那慧可说密心了不可得，这个就是到了开悟的边缘了，所以他底下一句话点醒他，就恍然大悟，他说我与你安心静啊，我把你心安好了，他恍然大悟，我难就没有到边缘了，差的原汁原意啊，我难胡思乱想啊，到密心了不可得的时候是到了边缘了，这一点就点破了。
这个就是宗门讲的戒性了。这称为禅宗二祖啊。我们今天所欠的功夫是没有回头啊。然后你才晓得参禅要回头，学教也要回头啊，念佛也要回头啊。你一不回头，你永远不能开悟。你看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都摄六根，尽念相继，都摄六根就是回头。观世音菩萨修学的那个方法，梵文文字性，梵文是回头啊，用的耳根听到外面声音，回过头来就找能听的是什么，这样才能见性，梵文才能见到自性啊。我们今天文是专门圆外面，想想我看见了什么，我听见了什么，越想越迷糊，越想越错误，由于错误的知见产生错误的行为，造口业，随便批评人家造口业了，深夜的时候，随便侵害别人，是你看错了想错了，你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感受的三途的苦报，都是由于不善思维心行所造。那么由此可知，不但六道是假的，设法界也是假的。六道十法界都是为识所变，都是无明幻化。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没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绝非真实啊！佛法讲真妄，它的标准是印在凡是有变化的，就是假的，就是妄的；永远不变的，那是真的。是以这个标准来说真妄，虚空法界刹那不住啊，它是变化的，这个意思在大经里面讲的很多很多，所以现象是无常的，我们一定要懂啊，它不是常住的。但是任何一个妄相都是真妄合合，立了真哪来的妄，立了真没有妄，所以妄一定随着真，妄决定不离真，古人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这个比喻好，
他用精比喻真，比喻自信，用气比喻一切现象。我们到一个金殿里面去参观，你看用这个金制造的这些器具很多啊，几百种几千种啊，每一个款式样子都不一样啊。凡夫着到妄相啊，这个是镯子，那个是项链，这个是戒指啊，着了相啊，会看的人呢在相上看到心啊，他看到是金，无相再多只有一个，只有一个金啊，他看到金了啊，他看到金有没有坏相呢？没有坏相啊，并没有把这相破坏才看到金啊，没有啊，就在相上就看到了，知道这是真妄合合啊。修道人见性的人，事事物物里面都见真性啊。在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凡夫啊，现在讲的动物，在一切动物里面见到这些动物的自信。经上也讲，有的时候讲佛性啊，自信就是佛性啊，他有佛性他怎么不是佛呢？所以佛眼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就是这个道理。他的自信跟一切诸佛如来的自信无二无别啊！我们的见性，我们的闻性，跟释迦牟尼佛的见性闻性，跟阿弥陀佛的见性闻性，跟毗卢遮那的见性闻性，跟诸佛是一个性的，不是两个性啊！那怎么不是佛呢？所以华严圆觉经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本来成佛，不是什么时候修成佛的，不是的，本来成佛。无量寿经上有一句，一切皆成佛，在无情众生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发现啊？我们这个一片纸张，这一片纸张发现啊，发现跟佛性是一个性啊，不是两个性啊。我们从这些地方呢去体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体会，不断体会，总有一天的豁然悟入，你真的见到了。非常可惜，凡夫可怜，业障习气深重，不会用功，不能在一切众生里面，一切幻象里面去见真心，而变成什么呢？在一切现象当中啊，去见那些是非人我，里面起贪嗔痴慢，这个就是此地讲的，不善思维心行所造啊，
啊，在第十面倒数第二行啊，最后一个字，不善思维心行所造，这八个字这是讲六道轮回众生，你为什么会有六道？你为什么不能处理六道？你为什么过得这么苦？八个字说尽了。所以会用功的人，我们这才懂得了。六祖慧能说的没错。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正会用功的人，真正善思维的人，真正会用心的人，不见世间过。不但不见世间过，他见到世间一切都是真如，都是自信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圆满的流露。所以会用心的人呢，是入佛境界，不会用心的是入魔境界。境界里头无佛也无魔，佛跟魔是你自心里头变现出来的。会用心就是佛，不会用心的人就是魔。外面境界哪有佛哪有魔？没有啊。我们修学大乘，如果连这个意思不能体会，你的功夫如何得力？第十面最后的一句看起最后一行最后无明幻除六道一阵，当知本自不有无明所为。我们只看这一句，这个是把六道轮回的真相跟我们说出来啊。我们现在住在六道里头啊，当知本自不有啊，六道本来没有啊。六道是什么呢？做梦啊。六道是个做噩梦啊，我们在搞轮回就是在做噩梦啊。佛菩萨什么？从梦中醒过来了。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在梦中没醒过来，继续在做梦。这个梦从哪里来的？无明幻处，这幻梦幻泡影。无明是什么意思呢？对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随着你的无明，无明很可怕了。不了解事实真相，于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就起了妄想，就起了分别，就起了执着，随顺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就做错事了。世间人从这个地方第一个错误，认为自己这个根深是自己，头一个错了啊。从这一个错误的认识就产生连续不断，一直就错下去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防范侵害越想就越错误
越做越错误。于是铸成了大错啊！你的生活圈子就越来越小啊！最小的圈子是阿鼻地狱。你看，在地藏本愿经上告诉我们，阿鼻地狱里面，你所感受到的就是一个人，叫无间地狱。地狱多大了？你的身体多大？刚刚好的这个身体跟地狱一样大。地狱里所有的这个罪行的时候，通通一时都要受。啊，这什么原因呢？那个自私自利到了极处了，一个人都不能容了。这搞阿鼻地狱。都细细想想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全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都是你自己啊错误的观念变现出来的。自信清净心中没有这些东西啊，妄识变现的无明是妄识啊。六道里头的正报是医报，生活环境全是假的。你如果真正知道这是假的，是无明，是幻想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在这个里面生活也很自在啊。为什么呢？再不执着了，再不分别了，一切随缘，随缘就得大自在。你说打妄想要尽量保护自己，你能不能保护得住呢？保护不住啊，假的空的，你保护它干什么？世间人迷惑颠倒，就是以苏谛来说，苏谛就讲因果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遭恶报啊！这个是六道里面天经地义的真理。所以觉悟的人在六道里头行善，知道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个共同体。今天人家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他哪里知道什么叫生命共同体啊？话他会说，意思他不懂啊。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那么换一句话说，利益一切众生就是利益自己。伤害一切众生就是伤害自己啊！所以伤害一切众生呢，你还没有觉悟的时候，你堕三途六道啊！你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呢，你果报在三善道啊！为什么不去帮助一切众生，而去伤害一切众生？世界确实有一些野心家，
啊，想在这个世界上称霸了，啊，统治这个世界，他能不能做到呢？决定不能。可是有没有真正统治世界的这个人呢？有，佛经里面讲的转轮圣王。啊，天龙王统治一个星球，啊，铜人王、银人王、金人王，啊，佛经里面讲金人王，他统治一个星系呀，啊，那是人呢，啊，不是神呢，啊，他用什么来统治呢？用十善业道啊，自己修十善，劝人修十善，行善才能有这个果报啊，造恶不行啊。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想统治世界，日本人也想统治世界，用什么方法呢？用武力，没几年亡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战争呢，从这个里面得到的一个经验，战争作为手段，决定不能统治世界，到最后啊，归于毁灭，啊，决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方法，真正解决问题方法是什么呢？大慈大悲。布施奉献，啊，问题解决了，啊，你看看二次大战，啊，全世界死了1亿多人，花了多少钱呢？啊，外国人有个统计，50万亿美金呢，啊，如果拿50万亿美金到处布施来做社会福利的事情，全世界拥护你啊，你真的做了全世界的王，哪个不拥护你啊？啊，韩战期间打仗总共用了180亿美金，如果这180亿美金去布施，无条件的布施，帮助韩国人，我想韩国人每一个人见到美国人都会跪得喊爸爸。所以战争那个手段不行，你用这个金钱布施帮助人行，但是布施要什么？无条件。布施附带条件呢，你就做不到了。啊，无条件的，人家感恩戴德啊，永远不会忘记你啊。这大恩大德了，布施恩德啊。啊，越战打的时间更久，总共花了1800亿美金。啊，所以诸位想想，1800亿美金要布施这个越南人，我相信每个越南人见到每个人都会磕头喊亲爸爸。战争只能够造成灾害，造成怨恨，啊，这种怨恨接下去了，生生世世没完没了。
非常残酷啊，自害害人啊，这些同学们买的这些这个记录影片给我看，我看了之后就深深感觉到我在这里得到这个结论的啊，战争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啊，解决问题一定是大慈大悲，不施恩德啊，以真诚的爱心爱护一切众生啊，爱护对方，人家在心服口服啊。啊，所以这些野心家的也是错用了心啊，不善思维啊，心行所造啊，造成这么大的灾难，造这么重的罪业，死了以后都是善徒，何苦来呢？啊，就佛法教导我们，没有别的，就是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跟我们说出来，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明白，啊，然后究竟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你自己就会了。所以底下讲这六道的差别都是从一念无明心出，啊，大师以此为教体，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过去我们迷了这桩事情，现在从迷开悟啊，就在现前自己生活环境当中，学习善思维，什么是善思维呢？我们的想法看法与事实真相相应，这个就是善思维。能将事实真相说明白的，说透彻的，确实是大乘佛法。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中国古圣先贤的一句老话：教学为先。然后我们才想到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不做国王？他是王子的身份，为什么不继承国王，把王位舍弃，从事于社会教学的工作？他真的觉悟了，他要帮助一切众生的真正解决问题。啊，彻底圆满的解决问题，从事于教学，啊，如果我们要是说释迦牟尼佛是个野心家也可以啊，他不是要统治一个国家吗？他要统治全世界，要统治尽虚空遍法界。你看他用什么方法？他不用军队，他不用武力，他用教学。
你看看他死了以后，3000多年了，这个世界上多少亿的人尊敬他，崇拜他，向他学习，他成功了。这个不是一个很鲜明的榜样吗？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学习，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体会到了，我们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途径，应当要存这个心，大慈悲心，不施恩德之心。地藏菩萨存的是这个心。这一段是讲地藏本实，也就是地藏菩萨存的是什么心，地藏菩萨用的是什么心。他能够帮助六道众生，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对于自己一丝毫的要求都没有，地藏菩萨并没有要求这些众生感激他了，没有啊，没有要求这些众生报答他了，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条件，无条件的爱心，无条件的布施，无条件的教化。那么他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众生个个都开悟，个个都成为菩萨，个个都作佛。菩萨用的是这个心，菩萨存的是这个心，我们要明了啊，应当要学习。这个一段我们简单就介绍到此地，下面第三大段明宗，五重玄义里头的明宗，这段文在第11面第4行，明不思议行愿为宗旨，宗是说学习的纲领，必须要掌握，不能掌握学习纲领，你在学习当中你就无所适从，你不知道从哪里学习，所以这一段呢非常重要。玄义里面前面这一段辩题，诸位要晓得这个题通一切佛法，通一切经教，不管怎么个说法，说法虽然不一样，意思是相同的，但是宗就不一样。宗是讲学习纲领，每一部经典，每一个法门，学习经典不相同。那么这就是专就本经，专就这个法门来说了。
青年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的，是以不思议行愿为宗。这个经叫地藏菩萨本愿经，以他的本愿作为我们修学的纲领，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一开团开头他就引经据典，多分都是从本经。所以一开端的准准经准就是依据依据本经这个经就是本经，如果引用其他的经呢，他一定要写出来在本经里面，文殊菩萨问佛地藏菩萨因地做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这个里头有愿有行有愿又这个又也是本经本经里有这个说法，大死于过去不可设界前为大长者子，应见师子分训具足万恒如来，相好庄严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行，又有行愿下面是又一段，如来自借经名，这释迦牟尼佛说出这部经的名题佛说了三个名字，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他这个地方举了两个第三个名字是地藏本事力经所以他取这个本行呢跟本愿，故知行愿二法乃一经之重要这是说出为什么他要立行愿为宗说出在民宗里面他列这个题目的由来，然后再给我们解释行跟愿是有密切的关联，古大德在解释这桩事情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讲行为先导这个愿为先导一行见愿愿在前面是领导我们我们的行实践我们的愿望，这个愿呢就圆满了，就成就了。那么在中国人不讲愿，叫志。中国古人讲立志，人要没有志，你这个一生生活努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一生呢一定是空过了，你一无所成。你这一生要想有成就决定在你的志向那么在佛家叫愿行世间人我们看从年轻就观察他他在读书在求学选读的科系就显示他的愿望了
啊，有许多人，你看看还想多一哭，他的愿望是什么？将来做个医生。啊，想去读法律，将来做个律师。啊，去读会计，将来做个会计师。现在在美国，这三种行业是最赚钱的。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呢？目的是在利益，利益在那里诱惑他。所以这个愿呢，不是本愿的。这个愿是外头利在那里诱惑，他产生了这个愿望啊。凡是利益在诱惑的愿望，没有不遭罪。啊，做律师，啊，替人家辩护，昧着良心，只要人家拿钱来，想尽方法给他说好话，遭罪业。啊，做医生没有医德，啊，本来这个病一次两次就可以把它看好的了，一定要拖他20次、30次，为什么呢？慢慢叫他送钱来。啊，那么现在这个小的利益得到了，往后国报怎么办？苦不堪言。古人读书立志啊，的确跟现在不一样。啊，古时候没有这么多可惜。啊，大概读书人呢，只选择一个行业，从政。啊，所谓是学而优则仕，古时候讲仕啊，就是从政。啊，就做官了。做官要做个好官啊，为人民为地方服务啊，啊，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提倡的是读书志在慎行，现在读书志在名利呀，名利就会有冲突啊，就会有斗争啊。古人读书志在圣贤，圣贤没有斗争，圣贤互相礼让啊，啊，所以社会是和睦的。世界是大同的，那怎么会一样呢？我们今天接受佛教育，要来学佛，学佛的智是什么？智在做佛做菩萨了。佛菩萨是大圣大贤，比世间智在圣贤又要提升一阶了。啊，那么问我，我们学佛是不是真的做了菩萨做了佛呢？啊，真正学菩萨学佛怎么可以与一切众生去搞斗争呢？决定不可以。啊，众生迷惑啊，他真我们会让，决定不会给他起争执。啊，他要什么，我们都让他，我们都给他。给他，我们是不是没有了呢？不会。啊，为什么呢？命里头有的呀，丢都丢不了啊。命里头没有的，是一文都强求不来。他不知道，我知道啊！你要我给你，
你命里的有，我给你的，你保得住；命里头没有的，我给你的，没几天你都丢光了，你保不住啊！啊，我命里头有的，通通给他了，过几天那个就又来了。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敢布施了，布施得很痛快啊，布施得很欢喜啊，知道什么呢？施不尽啊，越施越多啊，财施财多，法施智慧多啊，无微不施健康长寿啊。谁肯干呢？明白的人肯干。哪里说是失掉之后什么就没有了？没有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不合理的。佛给我们讲，六道众生，所得的富贵，都是过去生中修的，这一生当中修起的，所谓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做这事受这事。我们前生修的什么因，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你这一生得富贵，前世修富贵之因，你才能得到。这一生我们物质生活很艰难很困苦，前生少修才不是啊，没有种这个因呢。命里头没有的得到不是福啊，祸害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我早年刚刚修佛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好像是一个将军升官了他升中将了少将升中将命令没发布大概是比较接触高阶层的人呢，他们看到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批准呐，你马上升中将了，他很欢喜开心呢，邀几个朋友在一块庆贺啊，喝酒啊，一喝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要不晓得这个消息呢，他就不会死啊，所以人家说他没有命啊，他只有一颗心的命啊，再加一颗心就压死了。很有道理啊，所以富贵都是命啊，没有那个命呢，给财给你会被财被压死了你看看，我听说很多命里都没有财的，搞股票股票一亏了自杀了，那不是被财压死了吗？他没有那个财命嘛。一生皆是命啊，是半点不由人呐。那么你要想得财富，你就修财布施了。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正法了。想种种方法去赚钱，那个搞股票是赌博啊，那是把财别人的财富啊，取为己有啊。那是不义之财呀！不是你正当手段带来的，不义之财不好取得，绝对没有好的果报所以真正财富从哪呢？财布施，越施越多
在家同修，你只要财布施，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他都赚钱。啊，为什么呢？你命里都有财。啊，别人做你这个行业不赚钱，他命里都没有财。哎，你一做就会赚钱。道理在此地。啊，你不施法，你得聪明智慧。啊，你不施无为，得健康长寿。什么因感什么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要懂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在一生当中才知道怎么个做法，做法是正确的，做法是对的啊！所以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啊，真正的利益自己。这个事情一丝毫的弊都不可以做，决定不能够害人，决定不能够伤害社会，不但不可以有害人害社会的行为，念头都不可以有。纵然我们自己这一生福报没有现前，一生都修布施，福报没现前不要紧啊，来生有大福报啊，因果决定通三世啊。一般世间人看到人死了，我们佛教知道人有没有死，没有。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波斯匿王在做，他听了涉犯贤见之后啊，觉悟了，非常快乐，知道怎么样？知道自己不会死啊，躯壳会死啊，灵性不死啊，所以佛讲了。你六根的根性啊，是常住真心啊，不随这个生灭身体生灭啊，所以他那个以恒河做个比喻，让他自己觉悟啊。那个时候波斯匿王62岁啊，他跟释迦牟尼佛同年啊，就佛问他啊，他觉得自己衰老。佛就问他，你20岁的时候跟10岁的时候比的时候，你身体状况怎样的？他说20岁比10岁老了，那30岁比20岁的更老了，他现在62了啊，眼也花了，听力也差了啊。佛就问他，你几时第一次见到恒河？恒河水，他说3岁，跟他母亲到寺庙里进香，经过恒河看到恒河。他说你今年62岁，你见的这个恒河水跟你3岁的时候见到有没有两样？他讲的没有两样。佛就说了，你这个身体3岁跟62岁很大差别，衰老，这是生灭，你觉悟了。你的见性3岁见的跟62岁没有两样吧？说明你的见相并不随你的身体衰老啊而改变。他从这个点觉悟。我们今天讲哦，年岁大了看东西花了，那是你眼根有毛病啊，不是见有毛病，见没毛病啊。哎，为什么你戴上个眼镜又看得那么清楚呢？如果真的见性有了毛病了，戴上眼镜也看也模糊啊，那才对呀。说明是见性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是自己啊，生灭的生不是自己啊。这个大王从这个地方一下开悟了，好开心啊，知道自己不死了，那自己不生不灭了。我们生灭身中有不生不灭的真性，
那个真性才是自己。所以决定不要为了这个生灭的身，这个假身造种种罪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造罪业最容易的口业了。为什么呢？为舌头。舌头只有三寸，到底下就没有了。为了舌头贪图口味，害多少众生的命，欠多少众生的血债，生生世世还不完，这错误啊。我们不晓得为真身，是为这个假身，你为假身连累真身也要去受罪，你这个麻烦不麻烦？这种事实真相给诸位说，只有佛说得清楚啊！佛为什么可以说得清楚？佛看清楚了，我们没有见到，他见到了，他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我们想想，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所说的，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把它证实。所以佛说的这一切经，经的特色，具足教理行果。这四法了。我们学佛必须要信结行证，才能得受用。佛的教诲我们相信，佛说的理论我们懂了。佛所讲的这方法我们做到了，做到是行啊。从行里面证实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解的一点错误都没有，那叫证。所以佛法的修学跟一般世法修学不一样啊！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破迷开悟，真正达到转凡成圣。他这个里面引用《大智度论》上两句话，说诸菩萨行业清净，自得净报。这个是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我们的行，我们的业，行净，业就清净嘛，在修净业嘛，净业一定是净行。我们凡夫行不清净，业不清净，这个不清净是被污染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里面都夹杂着贪嗔痴慢，都夹杂着自私自利，就被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污染了。我们的心被它污染了，业被它污染了，这个才有六道三途的果报啊！下面呢，大师假设了个问题，为什么要立愿？然后啊，你才能得到果报。假设这一问，答得也好。作佛无愿，无所树立，愿为导师，导欲能有所成。下面还有个比喻说，比喻我们就不讲它了。作佛，我们世间人讲修福。
修佛的方法非常之多。佛教菩萨日常生活当中说了六个纲领，我们称它做六波罗蜜，或者称它做六度，就是修福的方法。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总不离这六个原则。这个人就是菩萨，布施是修福，持戒是修福，忍辱是修福，禅定般若没有一样不是修福。修福要没有愿，没有个愿望啊，福报是很大，还是一事无成啊，你不可能有成就啊。这就说明啊，愿重要了啊。所以普贤菩萨教人修行，也就是教人生活，他有十个纲领，他不叫做十度，他叫做十愿，他有愿，他那个愿在哪里呢？愿在西方极乐世界，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他有目标啊，他有方向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修集的这个福德了，我后头有个归宿啊，所以愿就非常重要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发心修学净土，我们的愿望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我们要想参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族群，这个团体，我们要具备他的条件呢、他的条件是上善了。不具备上善，往生就难了。虽念佛也不能往生。古大德讲的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就喊破喉咙也枉然。什么原因呢？你虽念佛，你没有居住条件。就像这个一般宗教也里面说的，你信了上帝了，信了上帝你就能到天堂吗？不能啊，你必须具备天人的条件啊，天人的德行比人高啊。佛说了，上品十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具备这些条件，不信上帝也会升天堂，不具备这些条件，叫上帝做干爸爸也不行啊，也去不了啊。
西方极乐世界道理啊，亦复如是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要离欲啊，所以《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你看看维西提夫人看中了西方极乐世界，想去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怎样才能往生？释迦牟尼佛没有教他念佛，先教他修净业三福。我们往往把这个疏忽掉了。净业三福是什么呢？诸上善人的基础，心修善，三种净业，而且告诉我们，三世诸佛净业正因。那就不仅仅说净土法门，三世诸佛什么样的法门都有啊，就包括无量无边的法门，无论修行哪个法门，要想成佛，都以这个三种净业做基础。我们念佛修净土，要把这个三条十一句要是疏忽掉了，虽念佛往生不可靠，跟净土借一个善缘而已。你什么时候能往生呢？你在哪一生当中这个基础具足了，你念佛决定往生。所以从哪里做起？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一条啊，人天福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福。第三条，深信因果。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大乘菩萨的福报，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念佛不能往生。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给人吵嘴，还要给人打架，那怎么行啊？要把极乐世界搞得一塌糊涂啊！这去不了的。最低限度，你要把这三条十一句都做到，你才能决定往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